close my course. OK OK。我上去就是有一个那个女女孩嘛，然后在那上站着站着，然后她向我招手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我觉得肯定在她那儿。嗯。然后刚去的时候，那冯哲就上去了，跟那他就跟那女孩说话。其实那女孩让他说你帮我系在后边带着，然后他就帮着系，人家系完了，女孩给他了。然后我呢，当时我就觉得本来是应该我的事儿嘛，然后我就把那女孩胳膊上那旗给解开了，我就拿着就颠了就走了。Thank you。然后呢？还不错，好像就应该可以了，是吧？然后就跟着我也一块下，但是我就忘了，我就认为好像把小旗子也拿走了，然后卡呢，然后就忘了一下。千万别受伤了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。然后我下到了船，我说咱没拿卡，然后还有卡吗？还有卡吗？还有卡，他为啥没有卡？没有卡，没有，他没有卡，他们拿到卡，我看见了。上船的时候意识到应该拿卡，把船给开了。然后我又问那个两个那个船员，我说要不要卡？他说啊，只有卡还有卡，不用卡。你看见了吗？啊！哇！是啊 ，yellow card， 没。然后那一路上我就觉得忘拿卡了，然后就到我们路上，后来又回去拿。是拿到了旗没有卡？对，他们是不是就只有旗啊？快走吧，太晚了，快点吧。不是你没有卡，你去哪儿啊？啊、okay, ，没有卡去哪儿？ Okay, 不知道下一站线索。对。因为我们只拿到了旗，没有拿到卡。行，我们现在赶紧回去拿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赶紧回去拿吧，好吧 ？Come on！ 一下场子，我就轮拿一只羊嘛。那只羊从这么出去了，跳过去了，我心里面立刻有一种感觉，啊，非常难度非常大的一个事，难度很大，而且。我看见了，那一上来就羊飞过去了。对，而且我现在还有可能受伤，因为羊蹄儿可能有可能飞了。当时后来我发现，秋招对他们要温柔，这个是真的。我觉得拖到一起是绝招，对，要温柔，然后拖到一起，然后同时就是他，当时你让把羊放倒也是有招的，把羊的脖子往那一拧，把放，然后而且让他舒服，别让他感觉是危险，危险谁睡得着啊？放倒。半头。我们一起觉得已经完了，我这么长时间耽误这么长时间，肯定是倒数第一了啊！但是到那之后，哎，没想到，哎，还有几个，还有谁？段西来了，哎，我们突然间看到一些希望，其实挺仗义的，为了等我们。